台联党黄主席，台联党各位最优秀的公职人员、党职人员，在座总统府主政、国策顾问、立法委员、台湾国的主人，真欢喜，用俺来分享了台湾菜。伫李总统的感召、黄主席的领导之下，台联党这几年的表现，参像台湾的守门神，每天都报纸拍开，听到黄主席的铿锵之论，就感觉到台湾要前途。事实上，对着黄主席，啊，用足侪足侪话甲大家讲，其实台湾的前途非常的紧张。航空识别区，这是这两天啊，引起咱进一步关心的代志。伊已经一步过一步，准备随时要来接受台湾。伊有一条铁路，号做京台，对北京要套台湾的铁路。马龙规划好啊，要经过海西，对海底来台湾。虽然今仔日台湾头甲台湾尾，摕中国护照，伫你咱中间的人，搁较侪。咱过去翻 A 法，即摆翻服贸，直接王主席解释了足清楚。过一步，就是要来说。两岸互设办事处，唔通就是讲，干那台北甲北京设一个意思，干那大使馆。伊要求互设办事处，是台湾头甲台湾尾25县市拢要设，等于中国共产党伫台湾的各县市的服务处。每年7合1的选举。我相信因即马足急，就是急要赶紧要派人来，伫25县市拢要来设服务处。每年诶地方选举，因绝对想胖要介入来。服贸协议除了经济面对咱非常不利，事实上等于香港1997年。中国要提刀邓以前，香港基本法规定，凡是伫香港待7年以上，就香港公民。所以因7年前就选派因上优秀的回干，化妆做无同款的人士，做生理的、剃头的、做医生的、做律师、教书的，来香港。经过7年以后。因就会当选特首，7年的中间，因当然做好各种接收的工作。服贸协议除了经济面以外，咱来个动作是伊准备要表示压境啊。服贸协议若去要通过实行的时阵，各种人马日时啊，甲你提供服务，暗时啊就是洗脑，绝对是宣传中国外好。绝对是要做通奸的工作，甚至每年的选举一定会全力的介入，这是咱的危机。请大家有做生意、无做生意，共同爱来关心、爱来阻止。一直大家认为讲马总统无能，有人讲无心，最近大家拢讲是有意的啦。伊个台湾部个只真凄惨，国防外交全面掏空，经济民生一塌糊涂，唔是伊无能，恐惊是有意的，方便统一，这才是可怕的所在。大家知影，我决心要来选台北市的市长，真侪人讲是公算的，有个人讲你食饱上瘾。
我是要跟大家说，实在不是我要做市长啦，我也做过馆长，也做过副总统，完全不需要，实在是要来救台湾啦。各位您想看，通关馆长的老爸，新北市市长的丈人，台北市市长的老爸，敢是拢伫中国是被奉为上宾？咱长期习惯中国国民党的太主动，对中央管甲地方，所以大家逐摆讲台北市选举，啊，迄太困难啦，民进党小输就好了啦，危险哦。咱大家知影，中国进逼台湾，一天都无让步。明年的选举，台北市长伊哪有可能放弃？因上忠实的人要来抢台北市长，我讲民进党这回无失败的权利啦。如果少年的拼不赢，我甘愿追随李登辉总统的脚步，老心要出马。拜托大家，李总统70岁做总统，比个少年的马总统成绩是下下叫，敢毋是？李总统都无感觉老，我嘛唔老。咱的黄主席，咱在座每一个主政国政部门，愈老拢愈少年啦，对无？台北吼，这个太主动。统治16年，一个好好的台北市已经动武，已经沉沦啊！所以拜托大家，唔通小看这一局。有人用老要攻击我，啊，除了我老，以外，因也会老。上重要，我无任何其他好方攻击的，但是我绝对有救台湾的决心。台北市若守袂住，台湾要亡的机会就愈来愈接近啊啦！请大家有这个觉悟，不是支持我，支持台湾，首都若无办法赢落，咱要安怎会当顾台湾？咱台联党有真优秀的议员，啊，我拜托台联会当宣传台北市这条，咱台联民进党心牵手，心连心，手牵手。共同来攻克台北市，来共同拯救台湾，这是历史的关头。我支持台联继续追随李登辉总统，拿台北市长，拜托咱专心讲义，和我最后一摆来替台湾服务，感谢，拜托。